我會的，我會同佢講的，我真的會同佢講的，佢聽我講的，佢聽我講的，真的。佢是你阿叔來的，是他養大你的，你根本就不會逆他意，真是從眼出臭種，你家人沒有一個見得光的。喂，錢，即刻在地藏來見我。 你得嚟冇鬼用。阿張，幫掘地藏救人喎。機場，喂，開車。你聽我講，俾啲時間我啊，我一定會做噶。攞咗牌，攞咗牌，喺我場罷演啊！喂，，你撞到我大佬喎！冇事冇事，走。 阿大，地藏喺上边。我而家听唔到你电话。地藏啊！地藏翻去边啊？嗰边。天哥，天哥，你出去先。姐，呢度可以陪伴你，你而家先嚟，我唔嚟啊！今晚我一定个嘴谂你。你天哥。 阿公揾你啊！我嚟正兴不嬲唔准掂毒品，你跟我嗰日喺关二哥面前发过誓，点解你个场仲要做药房？阿公，我睇咁多个场。 晚晚咁多台客，我冇可能每啲台客都安住。正兴咁多僆筋我，真有一啲僆唔生性，佢系要掂毒嘅，我都冇办法噶。系咩？定系我条僆唔生性啊？天，加把豉油。阿公，俾次机会啊！如果我有啲咩做得唔好嘅，我执翻正嘅，我执翻正。俾一次机会我阿公，俾次机会。 俾次机会，阿公，唔准同佢求情。我白死鸦片，你白死白粉，你知噶。做嘢，摆只手喺台，摆只手喺台，天哥。 几年兄弟，喂！今日留翻你条命。 但你唔可以再留喺正兴，打俾你讲，黄晒嗰啲药房。
你啱啱放完產假嘅啫，一陣冇人放。陣間我唔識喐啊！開燈，熄咗火，全部攞曬身份證出嚟！企埋一邊，攞身份證，攞曬身份證出嚟！身份證啊！攞身份證，唔好講咁多嘢，攞身份證出嚟啊！身份證啊！攞身份證出嚟！ 李总。 由正卿冇呢个事，多谢阿公。多谢阿公。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while analyzing these figures, believe in your instinct.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今日好多謝周明峰律師同我哋分享，多謝各位。 Excuse me. Yes. 周律師啊。係。 Cheers. Cheers. 深夜12點幾，警方毒品調查科喺石排灣一間工廠大廈檢獲76公斤海洛因，拘捕咗4名疑犯。
正式掛牌，一開始咧已經高出招股價63%啦，喺大利市機度可以見到啦。而家嘅買盤依然係源源不絕。大家都知道，其實呢一隻新股嘅主席咧就係有財技天王稱號嘅余順天。喺過去10年，佢透過收購合併，已經係另外兩間上市公司嘅最大股東。余生，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成功之道？成功之道真係談唔上啦。不過我有個概念嘅，就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高人指路。呢位就係我高人，我太太，佢係我金融界嘅老師。咁問下余太滿唔滿意呢位學生嘅表現先？佢確實好有天分嘅。我先生對市場嘅變化好有觸覺，即使生活上佢觀人入微，係一個敏感嘅人。余生係一直都好致力於滅毒嘅工作，去年就以私人嘅名義捐出咗2亿，成立一個禁毒基金。點解余生咁熱衷於禁毒嘅工作呢？其實咧，我喺寮屋區長大，我自細就見好多道友因為吸毒搞到家破人亡，我好清楚毒品嘅禍害，一人吸毒，全家遭殃。一個地方，你知唔知講緊邊個？吸毒，治安都唔會好得。佢老豆啊！賣任咩事都係同毒品有關，所以我哋咪做咯。明白。咁我哋轉一轉個話題啦，講下家庭計劃方面啦。兩位有冇諗住生小朋友咧？係有嘅。希望。地藏哥，地藏哥，喂 ，Yes, speaking. I'm fine. When will my pics arrive? Really? Thank you for. Yeah. Oh, excuse me. I'm sorry. I have another call. Please hold. 點啊 ，BB？ 上你度啊！半粒鐘，中意你著咩顏色？諗諗，等等啊 ！I'm so sorry. Where were we？ 啊哈啊哈 ，Yeah. Really？B B 啊，我谂到你着咩衫？国王的新衣。啊？咪一啲有文化水准嘅朋友咪知系咩咯？咩啊？冇文化水准嘅朋友？咪人妖，猪嚟嘅啫，都系巴西咯。我而家卖啲墨西哥猪噶嘛，即系打啦。拜。我已經聽到我要睇嘅嘢，我好滿意。喂，有冇打到？凍啊！余生，你嘅私人信。唔该。唔使。
天，好耐冇见，我系静美。当日我离开你嘅时候，肚入边已经有咗你嘅骨肉，佢叫 Danny。今年差唔多十五岁啦，呢次好难得咁写呢封信俾你，都系逼不得已。我而家系一个末期癌症病人，唔会摆得好耐，但我好担心 Danny。佢群埋班街童，出去学人吸毒。我希望走咗之后，你可以照顾佢。天哥，听日去菲律宾嘅机票已经出咗。嗯。我后日 book 咗 Doctor Seal， 你翻嚟未啊？未知喎，该唔该得啊？唔该，我自己去。咁你睇完医生，你俾电话我。嗯。We strongly suggest, sir, that you wait in the car. Where there's drugs, there's gonna be danger. We know about the risk. Just lead the way. Come with me. Let's go.不知几开心啊！你开心咪得咯，你翻过嚟啊！你翻过嚟，我帮到你噶。你帮到我咩？我识你阿妈噶，系佢叫我嚟揾你噶。我 OK， 你定啲，小心啲啊！夏天好多雨啊！哎！Drugs are a very big problem in the Philippines. Our president claims that 75% of crimes are drug-related. Look at this poor little baby. He was born already addicted to drugs. Because of his mother's heroin addiction. 阿天，唔好入去啊！你老豆又发毒瘾啊！唔好入去啊！你老豆又发毒瘾啊！你影嗰度，麦豆佢俾翻呢度冇嘢噶。走啊！翻呢度麦豆都几有问题咩？黐线噶！我讲条衰仔，你做咩？放手啊！我上次冇事，我救你。This is my donation.Salamat, Mr. Yu.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Danny's after death of Richmond. Are you a very good friend of Danny's parents? Yes.
余太，你嘅荷爾蒙分泌有啲唔正常，影響排卵。嗱，不過呢個情況咧，我哋可以用藥物嚟到刺激排卵，增加懷孕嘅機會。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你個輸卵管有閉塞嘅現象，自然懷孕嘅機會咧就比較低。咁即係問題係喺我嗰邊。咁你唔使咁諗，我哋會用新嘅方法嚟到解決呢個問題。我已經失望咗好多次啦，你可唔可以老實同我講，我仲有冇機會 ？Thank you. Excuse me. 喂，啱啱見咗 Doctor Sir， 佢話我荷爾蒙分泌唔平衡，開咗啲藥俾我。仲有咩講？叫我哋再勤力啲啦。今晚翻嚟啦，我勤力啲啦。嗯，你嗰邊點啊？順唔順利啊？順利。順利就好啦。OK， 拜拜。You can hit 7, maybe 10, and yet the people are wallowing in agony and suffering. My war against drugs will not stop until the end of my term, until the last pusher, the drug lord, I kill. You know what? For those who are listening, simultaneously, the bad people, just stop. If you're doing bad things, I will not let you succeed.巴士今晚会接货，批货仲要好坚。系今生月运过嚟嘅高纯度海陆鹰啊，价值亿亿声啊！我知道时间地点，我再通知你啊。好，你自己小心啲。哦，好啊。听唔到你翻嚟添，咁夜仲唔瞓嘅？喺度搞咩啊？我剪埋条片先啊，赶住攞去比赛啊！加油！嗯，你食咗云吞未啊？我包噶，即刻食。喂喂，海南出嚟玩啊？好夜啦，你快啲翻屋企啦！有我 best friend 噶，暗赞你啊！喂，你唔好咁啦！喂，我哋出去跳舞。好，好啦。
喂，喂，阿头啊，总部个电脑系统俾人 hack 咗啊！你讲俾我知托咩？我又唔识电脑，系涉及班毒贩嘅私隐噶。私隐仲讲咩私隐啊？咁点查？使唔使我哋出封道歉信俾班毒贩啊？黑客窃取嘅系我哋 MB 呢十年嚟跟紧嘅嫌疑毒贩档案，揾得黑客做嘢，应该唔系啲鱼毛所为。喺档案入边，包括咗几个本地最大嘅毒枭，有机会系佢哋揾人做。我谂佢哋想知道我哋掌握咗佢哋几多犯罪资料。呢单嘢暂时保密，我要同上头研究对策。一常，天哥，我翻嚟啦。昌，咁就十五年啦。嗯，玩咁快？你哋慢慢倾。诶，一齐。有啲嘢想你帮手嘅，人同昌，阿明会搞掂。我同你讲过，只要你讲一句兄弟嘅，就会随传随到。我而家做到啦。千军万马前，与君并肩临。九曲黄泉中，陪君闯生死。功不分，祸不计，苦不言，称之为兄弟。以前我哋饮多两杯啊，最中意念诗嘅。天哥戒咗酒噶啦。系你喺巴西仲系一支公。我呢種人成日走訂，錢同女人最好補補清啦。啊，再嚟！個單位注意，我哋有個南亞裔嘅夥計混入咗阿巴斯嗰度，佢著黃色格仔衫、牛仔褲，大家睇住佢。高平。哦，系啦，阿头，暑假你使唔使同个女去旅行啊？咩？你想请假？我想结婚。你俾佢结婚啊？你咯，你会嫁俾我噶嘛？玩嘢你？我连结婚戒指都准备好噶啦。不过今日做嘢，我冇带出嚟。阿头，要呢度。Base m a Give me the real stuff. I will transfer the money. You will transfer now. Let my men check the stuff. Where the stuff? Follow me.我追擊手，停車！全部放低武器。The deal is off. Just come. I will kill you.Yeah!
個夥計已經脫離危險期，毒販嗰邊一個情況穩定，一個危殆，其他救唔翻。重傷嗰個蒙面槍手，我哋未起到佢身份，佢仲昏迷緊，情況危殆。我哋有夥計睇住佢噶啦，睇住佢。我哋連自己卧底夥計都睇唔住，佢一醒翻即刻通知我，我哋一定要查出邊個搶走批毒品。鍾亞頭，昨晚有間酒樓發生槍擊案，死咗兩個阿富汗人，現場有閉路電視影到阿巴斯喺度。即刻同上頭申請渦輪通緝阿巴斯。收到。天國，車過身，冇記者。裏面坐。南哥，阿天到咗。你要慢慢傾啊，我轉頭翻過嚟。好啦，飲多杯啊。快啲啊！開門，開門。天，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仲邊有咁多年年歲歲啊？咁你都可能係最後一次擺壽酒啦。喂，省係講啲咁嘢咧。百無禁忌，我有乜好驚啊？我知道你有惡心，不過你真係唔應該嚟，俾啲記者見到咧，就亂咁寫你嘅。唉，你放心啦，我識得避忌噶啦。誒，老婆點啊？好嘛？有啊。可惜就係未見過佢啊。即刻打電話嗌佢啊！喂喂，聽聞你有間公司又上市啦喎。嗯。咁即係證明你當日離開正興係啱嘅。不過地藏我撲街啊！我知道佢仲撈緊毒，仲越做越狼。不過已經唔係正興嘅人，佢都冇權管佢。我只後悔當年唔掟死佢。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有一個槍手受咗重傷，而家仲喺醫院度昏迷緊，情況危殆。如果佢救得翻，應該可以知道係邊個搶走咗批貨。咁暫時有冇咩可疑目標？我懷疑係啲毒販爭生意。其實我哋跟緊幾個可疑嘅大毒枭，但係未夠料做佢哋。其中一個叫做地藏，有線報話佢一直想攬曬成個毒品市場，佢要剷除啲行家，一啲都唔出奇。條條女都傻 ，yes， 但我都係覺得卡姐最傻。梗係啦，大佬，卡姐風韻猶存。冇錯，聽聞你哋歐洲啲菇賣得幾好喎。學奶啊，卡姐學奶啊。不過驚以後冇咁易啦，除咗要避開啲差佬，仲要放有人出去起尾住。嗯，你講翻阿巴斯單嘢。卡姐，地藏嗰度咋？咁事先嚟㗎？咩事？我都唔急啊。坐，你出翻去先啦。做咩啊？喂，出去！我嚟你上高，快啲！正經嘢，叫翻佢哋入嚟。喂，呢啲咪正經嘢咯，你睇正經到？哇！得，就諗啦。依家阿巴斯前緊睡，出邊立立亂，我有啲擔心。立立亂都係要問佢攞貨噶啦，你咁多貨喺手，你抬下價咯。哇哇，你咁講嘢啊！少咗我哋兩兄弟啲貨，你啲貨咪可以抬高價。一早就知道你想一條友立曬嚟做噶啦，嗱你照還照啊，小心近親啊！你懷疑我？而家係你自己講到手頭上。你懷疑我？係你兄弟唔懷疑你，有大把人懷疑你啦。我有做，一定。都唔係你係邊個啫？你咯，咁多貨喺手。我咁把炮咩？咁佢兩個啦。超呢啲咁老土白粉嘢，留翻俾你哋啲前輩做啦。我哋兩兄弟齋做潮嘢，咁試下醒啲俾你嘆又點壞啫？你唔驚我試完，就由你兩個嚟做。好啊！
警员啊，我叫翻啲人入嚟啊。唉，有狗。小豪又唔系猫，好惊啫。依家林 Sir， 有单嘢要你跟我哋翻差馆协助调查。唔翻得唔得啊？你唔跟我哋翻去，我哋就去你啲场开晒灯。等你攤張身份證出嚟，同你慢慢傾。咁又唔好搞著啲出嚟玩嘅良好市民。你話邊有一份工可以成日去差館咁過癮嘅？我同你翻。上我車。咦，阿 Sir， 你貪污喎？架車咁靚嘅。阿巴斯單嘢，我有嘢想問。殺龍巴斯我就識。阿巴斯同你爭生意。賣豬嘅，佢回教徒都唔食豬嘅，爭咩生意？阿巴斯唔見咗嗰批貨，即成億，你應該知。黃生，呢個問題你可以唔答。咁啊唔好，警民合作，我識答嘅，我都會答嘅。做咩擺架車喺度啊？對完份口供放佢走，收到。湯集個夥計話頭先有個司機停低一輛貨車就走咗。初步化驗結果係高純度海洛因。搶咗批貨又唔要批貨，仲要車嚟差館，玩咩啊？唔好意思，警察做緊嘢，麻煩你離開。李壮，你找人送嚟噶？哦，系啊。哎呀，送错咗地址添，唔好意思喎。几廿岁人先嚟黐线，真系阴公啊你！讲乜嘢啊？够胆你讲多次！观音大师，求你保佑我，快啲同我老公生个 B B。我喺度啊！老婆，搞紧啲咩？睇紧我哋间公司配股嘅文件啦。這個老婆真是叻到不得了，你看著什麼？喂，我有好消息。什麼？Dr. Siu說還有機會生 BB。 沒說完，我問了腹肌，肌童凝視了瑜伽，是有個兒子的。沒有，做什麼？你不要給自己壓力，好嗎？但是好像是你給的壓力。哎呀！咁你俾我嚟攞啦，好吗？喺度。帮阿富汗佬讲，听日起阿巴斯啲嘢我要晒，金失月嚟嘅货我接手。使唔使同啲行家单声啊？出边立立咁乱，要有咁大声，得咁大声。枪杀死者有黑社会背景，怀疑区内嘅活跃毒品贼家。呢一宗已经系一个月内第三宗涉及毒品嘅枪击案，警方唔排除同毒品市场争夺有关。有组织及罪案三合会调查科同毒品调查科已经接受追查。Come on!
叫嚷。大佬，我有两个厂俾人扫场。我叫你扫人个场，你而家俾人扫咗我个场。阿巴斯可能在这只等船度，睇定啲先。咁快出翻晒嚟嘅，拉人啦！警察，大角咀等船码头 open fire， 有人受伤，立即派人嚟。收到 ，Uber。李仲哥，李仲哥，边个咁够姜？我哋场都够胆数，而家连阿巴萧条友都俾人怼冧埋，仲有几个贼家俾人扒咗添。迟啲会唔会冧埋我哋噶？而家我哋俾人搞，有只雀仔同我讲。有一個人想玩曬全香港喎，我廠都俾人搞，又唔見出邊多咗邊條水，究竟邊個喺度玩嘢咧？叫阿巴斯嗰條友而家喺醫院，揾人夾佢翻嚟。條友而家昏迷咗啊！昏迷咗唔係易啲夾咩？醫生巡房啊，唔該。林 Sir， 個班係咪醒咗？係，我帶你上去。王哥，三九二八七收到，而家上紧去。两位医生，阵间留喺呢度，唔好出去。警察，站住！
呢啲錢你攞去旁身，出到公海有船會等你，佢哋兩個會一直照顧你去到巴西。由細跟到大，由黑跟到白，多謝你照顧。幾十年兄弟心照啦，去到巴西報個平安。宣布第三届校际抗毒短篇创作大赛的冠军，林海南同学。恭喜林海南同学，多谢世界灭毒委员会香港分会主席余顺天太平绅士为我们颁奖。余太平绅士，麻烦帮我签个名啊。好啊。校長，有人揾你啊！哦，唔好意思，下一份。呢條片拍得好好喎。多謝。爸爸媽媽有冇幫你㗎？梗係冇啦，我爹哋好忙㗎，佢係警察，毒品調查科。媽咪咧？我媽咪走咗啦，佢係新職，佢都係警察。唔好意思啊。好啦，係你。爹哋，你遲大到啊！頒獎禮啱啱完咗啦。Sorry 啊，差館太多嘢做。林 Sir 啊。女好叻喎，都系咁啦，唔好喺佢面前讚佢。海南，不如我哋影相啊！好啊，咁我唔阻住你哋讚我啦，拜拜。細路女真係可愛。誒，你女女話你係 MB 喎，希望你繼續努力，將毒品喺香港消失。話咁易咩？但好似我哋咁，成日去夜場查牌、踢毒品飯堂，拉嘅只係魚毛蝦仔。真正的幕后大老板个个都好像余生你那样财雄势大，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是余生的 fan 啊。其实我都知道余顺天这个大名很久了，以前我是反黑。好啊，总有一日我们有机会合作。首先看來真的很 fit， 在集前打圈做熱身，看來今次會搶貨。我想這場他的對手應該都是只有一代天嬌而已。余順天主席，哇，好久沒見。是。欸，我做馬主都不是第一天了，拉一頭馬拉不少。不過今天好像是我的馬第一次跟你同場。那麼巧啊？巧？嗯。又好了，有這麼厲害的老婆。哎，不好意思，我的手成日不聽使。不好意思。你認識他嗎？以前的事。阿余太咁明顯照人，不知道平時吃過些什麼補品呢？等我買給那個宅女試一下嘛。阿余太。你睡在 ICU 那條嬢真的命啊。喂，你是爺吃鴉片的，你就找英國豪咯。你老爸吃白粉的，你就找跛豪咯。搞我做什麼事？你跟阿公發過誓不碰毒品。我呢隻手指係因為正興，所以俾人斬。呢隻咧，因為我做得唔好啊，更加抵斬。呢隻啊，我因為識咗廿幾年，啊唔係 ，sorry， 我呢三隻手指都係因為你，所以先俾人斬。所以我當年發過誓，我一定要撈到，撈到成行成市。我而家話俾你聽，邊個掂毒品，我就剁邊個。哇，剁啊！你估你仲係社團咩？喂！你財技天王上流社會嚟㗎啦，而家我想當日不應該淨係剁你手指，應該剁埋你條脷啊！應該。
你估你慢啦？第六场赛事将于五分钟后截止投注。我哋嘅比赛开始，你估系边个赢？系啊，我哋嘅比赛开始。唔想有人知。明白。刘刘，想请问你喺度影咩咧？天哥，正话嗰个系私家侦探，系余大青。喂，叶氏，该，做咩啊？有嘢同我讲啊？我一直都冇同你提过，我有个阿叔，系佢养大我噶，当我亲生仔咁。在生之前，好想见下你，但系佢系黑社会大佬。收翻正啊！你哋行啦，收翻正。边个？好多记者，你唔系咁方便。都要登记身份。
來賓請向前。來賓請留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屬謝禮。余太，余主席，阿余老先生年纪咁大先系过身，都算系少丧，宽容啲。有人做嘢，借位唔该。我相信阿余老先生一定好挂住我，唔知道你介唔介意烧我去陪佢？身份证，萧姨都要查身份证。你都系身份证。依个林 Sir， 你唔系管 MB 嘅咩？反黑啲嘢你都管埋。我哋收到情报，有两大毒贩喺度进行交易，所以过嚟睇下。我系正当商人嚟噶，你唔系话余生个毒贩啊嘛？余生，我帮你告佢诽谤。我冇话系佢。唔该。唔該，余生，辛苦曬啊！唔關老人家事，呢度係我哋兩個人嘅恩怨。啊，呢位先生你好啊，請問你可唔可以講下咧，你同余尚天同余南嘅關係啊？唔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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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唔好啊？生，我而家揸筆啫，你以前揸刀。不過我諗佢哋支筆先係最犀利，公眾之情。大哥。我年少嗰陣時候係認識余老先生，帶余太上車先。佢今日離開咗我哋，我想化埋啲細菌，懷咗個悲痛嘅心情。算佢讓我一次。余老先生同埋余順天先生其實係兩叔侄關係，我側耳聽聞過嚇，佢哋係有做過毒品生意。咁但係余順天先生今日已經貴為呢個香港滅罪委員會嘅主席，其實聽你講嘅嘢，所有記者都記錄低曬。我是余先生的律师，如果你所讲的嘢有误导，我可以告你诽谤。我都是听闻啫，都不知道是不是事实。但我相信大家很有兴趣知道余顺天先生过去的一些事迹啊。你讲啊！在2002年砵兰街黑帮大厮杀，我想大家有印象。我听啲朋友讲话呢件事是余顺天先生带队做的，当年造成7死13伤，我觉得是一件很离谱的事。但系今日余顺天先生。已經係黑白兩道，隻手可以得一人馬。一直以嚟，我唔知道你真係嗰啲人，呢啲我都唔介意，我可以算數。我而家淨係想知道，你仲有冇嘢瞞住我嘅？冇。真的冇，你仲要呃我？我竟然连你有个私生子我都唔知道。公司之前收到一封由菲律宾青年戒毒中心寄嚟嘅信，我拆开嚟睇。原來是一封感謝信，除了多謝你捐給他們的錢，亦都慰問你和Danny Tan的家人。所以，我請了私家偵探查過你。這是以前的事，我希望你明白。我真是太明白，其
Yeas， 我一直都喺度壓緊你。霍主少一早同我講咗，我係生唔到噶。但系我宁愿信父嘅，我都唔要信医生，因为你好想有个小家庭，我知道你好想有 B。父嘅讲嘢真系好难，你真系有个仔，但系唔系我生噶。我同你呢个缘分真系冇仔噶，我生唔到 B B 啊！有冇睇佢上天注定啊？上天注定，我冇仔女啊！但系你有个仔，佢叫 Jenny。死咗啦！就是想跟你一起一起我們兩個都沒辦法答辦，重點可以在一起，sorry， 我不行，我不行。爹哋最怕見到你喊。我最憎啲毒販，媽咪同我 best friend 都係俾佢哋害死。爹哋，你幾時先可以捉曬佢哋啊？咁即系冇人帮到我哋啦，咁即系啲坏人会赢啦，系咪啊？我想我哋是时候合作。怎么合作？跟什么人合作？你究竟是灭毒委员会主席还是正兴地下会员啊？我当差30年，见过不少出面那些真坏人和你这些假好人，你什么底我很清楚的。我也很清楚，我清楚知道我们两个跟个女女都是受害者。我个仔都系因为毒品而死，我哋两个都有同一个崔燕姿嘅身份，就系父亲。唔错唔错，
余生有事問你太太曾文鳳，將會辭退你旗下三間上市公司嘅執行董事業務，係咪真㗎？唔好意思啊，暫時冇咩透露。遲啲我哋會開記者會。如果余太太辭職嘅話，公司嘅業務會唔會受影響啊？係啊，余生，余生，你身為世界閱讀委員會香港主席，早前有女學生喺學校服毒院制自殺，你認為社會應該點樣負責？余生。我一向很同情吸毒的人，毒品的问题根本不关他们事，是毒贩，只要没有毒贩，毒品的问题就会解决。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有什么措施？我政府可以做什么呢？我余顺天宣布，我会用1亿港纸的奖金，只要杀死香港最大的毒贩。那你指是哪一个？香港哪一个是最大的毒贩？你传媒你自己查。咁你算唔算係教唆人謀殺啊？有咩人喎？你可唔可以發表下？係咪故意挑戰警方啊？咁點啊？咁點啊？如果冇咗毒販，你哋頭先講嗰個女仔根本就唔會死。余生，大嫂，余生，余生，余生。懸紅在法律來說是一個單方向合同，即是說由一方當事人作出允諾，而另一方當事人的作為或者不作為所達成的合同，懸紅本身是沒辦法的。好像我們懸紅找回自己的財物，甚至乎是貓貓狗狗那樣，除非懸紅的內容是牽涉到不合法的範圍。我看他的內容，他有提到殺人，但是他用的字眼是香港最大毒販，怎樣證明最大？誰是全港最大毒販？我們警方從來都沒有公佈過。我們確實沒可能公佈一個我們都未拘捕到的疑犯。即是余順天高招，將個波交給我們警方，而且要令社會關注這件事。他是想毒販鬼打鬼，還是想搞到我們沒面子？大姐，大姐，阿姐，好，出嚟，出咗嚟啦。我伙计跟咗十几年，而家有散。我要求警方保護。六樓 B 座。全部大佬叫我做，真係，喂，喂，唔好。四大毒販。太平兄弟、卡姐、阿巴斯都出了局，而家剩翻地藏，他肯定是 number one 毒販。我出夠1亿1000万，買喺余順天。收到。喂，幫我準備一下，我要出去呼吸清新空氣。我想你收回1亿月堂，你那1亿已经搞到出面乱晒龙。你自己看看，我为社会做紧好事而出一口。你咁做是教唆他人谋杀。唔好同我讲呢啲。你知我是咩人嚟？搞嗰啲坏人，你咪由我呢啲坏人搞咯。你是不是要搞到我哋班伙计去保护啲毒贩啊？你呢个太平绅士做啲嘢，好似都几荒谬。这个世界原本就荒谬，美军炸了毛国界医生的医院，说炸错了。阿富汗前总统的弟弟是 CIA 特务，你说荒不荒谬？南美的毒贩为了不受审杀了法官，荒不荒谬？好，那你继续荒谬。
就嚟荒謬到你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嘅時候，我已經冇人可以保護到你。我攞條命同你執法，你仲想我點啫？執法嘅嘢等我哋警察做，未經審判就執行死刑，呢啲係違反人權嘅私刑。同毒販講人權，會唔會迂腐咗啲啊？請你相信法治，請你相信我。你翻去問下你個女，佢信你又信我。天哥，睇電視。本台啱啱收到一則最新嘅消息，一直避開傳媒、未有露面、有地藏之稱嘅馮振國，突然高調宣布聽日召開記者招待會，而且亦都向各傳媒機構發出採訪邀請。代表律師就預告話，馮振國到時會反駁近日對佢嘅各種傳聞同埋指控。好多謝傳媒朋友對我嘅關心。我是一個正當商人，我每年都要捐款去不同的慈善機構。我不明白警方為何懷疑我是毒販，他們根本就沒有證據，如果不是他們一早就拘捕了我。無論是個人或者是公司，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我是無辜。而家啲市民真系以為我係香港最大嘅毒販，搞到我名譽掃地，仲有生命危險。但係出喺億萬兇殺我嗰個人，仲可以喺出邊行嚟行去逍遙法外。唔通真係要我出二億去揾人保護我，先可以保障到我人身安全？我想請求警方可以24小時保護我人身安全。多謝哥。咁即係話你要加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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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人。世界滅毒委員會啊，小姐，我戒毒。Sorry 啊，先生，呢度唔係戒毒所。咁我捐錢啦。誒，做咩嘢啫？收據啊，唔該。謝咗，唔好太過分喎。真係過分啦，邊個蚊？咁多毫子添，收據啊，唔該。呢份離婚協議屬於私人嘅協議，唔代表正式離婚嘅，一定要等法庭批准同埋簽發離婚先正式生效。如果雙方冇問題嘅話，可以喺呢度簽個名。边啊？机场。我送你啊。啊，保重。
你找人殺余俊天，你有證據就拉我咯。反正聽日你都保護我去機場。電話地址。喂，搞咗啦嘛？咁咪好咯。記住啊，幫我包曬成個頭等機艙，揾隊保鏢，跌落機。唔該曬。你噏不出話，
方便准备，跟晒后面嘅车厢离开。由于列车十分技术故障，请各位乘客尽快离开现场。由于列车十分技术故障，请各位乘客尽快离开本站。我受罪，你廿几年兄弟，攞你受罪。都冇问过一句，我也冇做过，王哥话同我讲声对唔住，你殺唔曬，交俾我啊！我唔理，殺得一個得一個。你就係咁噶啦，佢要做嘅嘢，冇人可以阻止佢。錦Sir，槍你有得把，一人我有兩個，睇你打邊一個。
兄弟做一世，牺牲笑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喂，兄弟，做一世，不必估计，不要假虚伪。用耳朵去看，缺乏眼睛，请君放低。互相去猜测，攻击等同无礼。生与死亡，完全不矜贵，白费。怀疑解决不了这个命题，怀疑只会伤了这关系。谁大谁现世，方寸间分高与低。怀疑怎去跨过这个命题，怀疑一再多次害到底。即使今世一脸烂泥，也愿留低。兄弟，做一世，不必估计，不要假虚伪。用耳朵去看，缺乏眼睛，请君放低。互相去猜测，攻击等同无礼。生与死亡，完全不矜贵，白费。不了这个命题，怀疑只会伤了这关系。谁大谁认世，方寸间分高与低。怀疑怎去跨过这个命题，怀疑一再多次害到底。即使今世一脸烂泥，也愿留低。不了这个命题，怀疑只会伤了这关系。谁大谁现世，方寸间分高与低。怀疑怎去跨过这个命题，怀疑一再多次害到底。即使今世一脸烂泥，